就是大学咧教册，第一遍选举就是板桥，歹选。啊，真正是好选的嘛，袂轮到我啦，吼，对无吼？啊，高雄嘛是足歹选的，但是我嘛是勇敢来到遮。啊，遮里长迄阵来甲我教讲，伫菜市啊，安怎含人握手，伫啥物所在爱好甲人鞠躬。所以我今仔日啊，阵我的姿势很到位，总是阮遮的师傅伫遮，特别甲伊感谢支持。今仔日为阮嘉义来的，为阮板桥来的，总是要甲大家甲柯真赞声。因为怎样来高雄这摆，真正是要靠很大的勇气。公山是一个这么水的所在，啊有螺丝业，有制造业，啊搁有航太业，啊起码搁有冈山三宝是什么三宝？哦，我常常要上人什么款？蜂蜜、豆瓣酱，啊搁啥？羊肉，哎，豆瓣酱你比较 LA， 总看到冈山豆瓣酱，真正是名声有头。这样你岁月收窄，安吉嘛，安尼观光业大小冈山，较远的我要去，冈山之眼，徛起哩，有够水，安个有奥莱，安个有蓝光会，虽然的公公嘛是有够好，但是我甲大家提醒，冈山这样你好，但是安尼人口无增加，今嘛可能有一点啊下滑，大家知道什么理由无？少子化是一个，按公山的房价，今麦起价是高雄市第二名，第一名是对，南麻溪，第二名公山，第三名遮阳，第四名古山。啊，房价起，恭喜大家，恁都有厝，吼，做好诶。但是少年人就要买厝，还是你旧厝要换新厝，安就无法度。所以你知影无？房价高涨，上大问题就是会予咱的人口流失。但陈其迈市长讲，按近三年，按的薪水差不多是调涨了8%，比全国平均的7.8，搁加0.2。但是我甲大家报告，薪水虽然增加8%。但是按的房价增加40%，还是要哪讲？所以吼，甲大家报几个数字，很现实，唔是我讲的。韩国瑜家陈菊10年来，高雄人口少了1573个人，陈其迈2年1个月，高雄人口少了46000人。伊要两年拼四年，我甲你讲，伊是两年拼10年，人口流失差38啦。高雄啊，这么高，是安怎留袂住人才？高雄这么棒，为什么我们的人口流失这么多？所以这些安尼爱检讨的问题。陈其迈运气很好，陈市长运气很好，中央支持，蔡总统为着要让伊连任，中央支援下的非常的多，活动办的非常的多，建设很多，但是你去看卖诶，流标的比率嘛足侪，标是伊要在建设，有足侪足侪配套，没有一次到位。安格雄不缺建设，有建设很好，但是一个伟大的城市，上重要的是安尼教育，安尼文化。我昨去永安，有足侪看到迄，真正阿公阿妈，伊真正来甲我讲，我要教阮的孙做歹教，因为阮的囝互人掠去，阮新妇走去啊，两个孙总爱我来照顾。安尼隔代教养，离安高雄原来的高雄县足严重诶。安尼教育资源也是不平均，所以我感觉一个教育是一个城市上重要诶。所以柯真要拼诶，毋是未来四年，我要拼诶是未来10年至20年。我阵人无，但是我爱成功，我会当留下什么？我们为高雄留下什么？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执政者应该去考虑的。所以大家讲对不对？高雄是一切最大的根本，
让我们的城乡差距可以平常。以前善良的孩子透过教育可以翻身，我想在座的很多人都是因为教育让你翻身。但是现在真的你要准散沙呆的散下去，这是绝对不行的。高雄是一个开阔的城市，海港之城，俺高雄的孩子真的要有国际观、双语教育、城市教育，俺的高雄应该要让我们的孩子比大家所在更靠有国际的竞争力，这是一个大港的风范，大家说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像我玉明说的，大义拍算、高雄拍算，这就是国民党查某人的气魄，哪里困难我们往哪里走，对不对？所以恳请各位所有的乡亲，柯真6月29号被征召，然后就不小心确诊了，7月25号重新出关，距离11月26号整整4个月。我请所有安格雄的市民，四个月协助我创造奇迹，把人要拼四年，爱先让伊见识到什么叫做4个月的奇迹，好不好？4个月的奇迹，不是偌济后援会，不是多少的财力，不是多少的人力。大家拢甲我问讲，今嘛请你做里长，准备徛到陈其迈遐，请你做老板，要徛到陈其迈边啊？我袂惊。真正袂惊，国民党要彻底反省，我们就从这个庙埕，大家人主动来，靠你的一个口耳相传，让我们重新找到市民的力量，我们不会害怕，让大家真的让全台湾再一次的见识到什么叫做4个月的奇迹，请你给勇敢的女人，请你给勇敢的一个挑战者，请你给我们最大的能量，我们一定有办法为高雄留下的不是未来的4年，而是未来的40年，这才是大港女人的气魄啦。所以呢，在这边恳请大家，谢谢你，感谢从台北新北过来给我加油的，感谢从嘉义非常艰困选区给我的好姐妹，感谢所有的人，这就是我们的气魄，这就是我们高山人的气魄，让我们重新再一次创造奇迹。柯真在这边深深一鞠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谢谢我们柯智恩，请留过来有赞吗？有讲到咱的形象吗？有讲到咱的头脑内面去吗？来，让伊感受一下。咱共产党收听的，柯智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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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智恩，智恩，智恩。好，免疫力会降低，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觉，女生睡不好，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，皮肤也会变差。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，叫做梦梦水，独家的配方呢，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。怎么买呢？来 QR Code 快点购，扫一下